我就曾在那些想太多的人，有生之年也不会明白。因为爱，所以爱，温柔经不起安排，愉快那么快，不要等到互相伤害。因为爱，所以爱，问情不必那样感慨。谁也不用给我一个美好时代，我要你现在。这不是你的敲响，别折磨了。好了，那就不唱。你给点面子嘛，多多少少赞扬一下。为什么我的核酸检测报告到现在还没出来？短信电话组啊，就是有问题他会短信我的是吧？我他妈的现在吃得下睡得着的，我会有啥问题？开玩笑。我这段时间一定要戒酒，你们帮我做成。我不能喝酒了，我要好好训练真气。我要喝我就喝啤酒，就喝少点，一瓶两瓶的，就是我不会喝多了。就是不会喝的很多，喝啤酒没事呀。这绝对不会什么葡萄酒啊，什么红酒，什么洋酒啊，什么去喝了。对啊，就是吃喝个一瓶两瓶嘛就够了呀，对吧？不多了吗？真露啊，真露我也不太想喝，但凡高度酒我都不喝，就喝啤酒，五度六度的，四度五度的，
啤酒啊，就是爽口，没什么感觉。但是我的啤酒的酒量是四瓶到五瓶，喝多了我也不行，就最多就是四瓶到五瓶。你想我的执着，也许吧，他爱你比我多。黄品源的歌还是可以的。星星今天怎么说吃什么东西了？吃东西。待会儿有可能薛总会到你家门口去探店啊。你要不要下来蹭一蹭？那个明总没来，他加了我微信。明总他没来。过三也没来。
他不请了我就随便吃一点吧，感觉我也没什么肚子特别饿的时候，肚子也不是很饿，随便掐一点。就王琦今天这个造型，要不是现在外面他妈的阳性比较多，我他妈恨不得带他去泡吧去，让他撩妹子去，叫到我朋友那个十 AK 嘛，因为就这里他可以那个嘛，搞定，对吧？弄个卡座，让我们王琦全场撩妹子一个个过来。我，你那个现在阳了以后，你那个健康码变颜色了吗？还是那个你没有做过那个核酸？我没做核酸啊。就是那个抗原做出来两条杠，是吧？Oh, boy.
没健康码的。三天应就来水，好 ，OK， 没问题。其实你也可以来训练的啊，我就是你来练了以后呢，就是我把所有的会员都清空，然后呢练完以后，练完之前我帮你做个消杀，对吧？就程序会比较麻烦一点，但是不影响你训练，就是成本会比较高，好吧？没事，烦就烦在我这里，你其实来练就可以了。VIP 中 P 啊，真的是 VIP 中 P 中 P 啊。说第一步就是会嗓子疼，但是嗓子不舒服也不叫嗓子疼，但是目前来说我没有嗓子疼，也没有嗓子不舒服，我觉得我很好。只不过安全起见，我没有养啊，我抗原做出来都是一条杠，我今天核酸也做过了，只不过核酸报告没出来，没有养。为什么到现在还没出来呢？奇了怪了，应该出来了。
想你好悲伤，是想去的地方就是我的伤，用我模糊笑容尽管灿烂，今晚我先到酒店住一下，住个两天，一两天吧，然后晚上吃个夜宵。车模啊，车模发烧了，然后那个女菩萨也发烧了，所以我说我身边的人都发烧了嘛，我也得注意点。对阿杜的鼓。